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各位是方是地仙，大家好早。俗语来讲啊，啊命三分啊，打拼三分，风水三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法。但是命三分呢，已经注定着咱一生的路线。啊，注定着咱一生成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打拼会当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若是一个真好命的人，伊唔做啊，唔成功立德的事，每一天干那在谈天说地，认为我是好命人，尾啊嘛是一定妥妥。你无打拼，嘛是会当影响着命。那么再来风水，风甲水咧，咱生活环境、社会环境、国家的环境，即是风水呀、啊。风水，社会风气嘛是风水。若是社会风气歹者，任你偌好命，任你偌打拼，嘛是灾难叮叮塌塌。所以啊，咱一个人，咱这三项一定要把握，要保持正确的认识。咱的风水不是干呐讲，我一间厝顶的风水，不是干呐讲哦，我一门风水的风水尔，一门祖先的风水，不是安尼。社会风气、国家的风气、整个人类的风气，即是为风水大风水啊。各位是方善知识，所以啊，咱即摆讲到命路，三世因果的命路，啊，各有各命，人有人命，但是咧，无论是啥物命咧，拢无命可论啦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才甲咱开示，吼，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，无命可论因缘果报，正善因。哈啊！得到善果，种恶因得到恶果。所以咱真侪要讲算命的先生，都看先。人的命本来就注定，一定有前世因缘果报，劝伊一生好好啊做好事。哈、啊，劝伊一生啊，鼓励伊一生啊，好好啊做好人，讲好话，铺桥走路，咱。不该咱的，咱就莫去得，莫去贪，莫去怪，莫去骗，莫去做苦业，莫去做恶业。那安尼食，咱的命才有法度去掌握。命是由自己掌握吧。再来论运啊，咱命运论运，无运可论啊，行功立德。哎呀，你运足歹，足歹，足歹。咱一个人好事唔做啊，要好倒去。咱一个人好事若无做着。咱心就袂安，咱心就袂开朗。咱好事若无做者，咱一个人的心一定就惊惊吓吓。咱的运哪会好呢？所以真侪人要改运，社会我都看到处拢在改运，啥人我都敢改运，啥人有法度？天公讲伊无法度改变人的命，无法度改变人的运以外。那么要啥人我都改变人的命甲运呢？各位啊，咱爱智觉啊，咱爱有头脑啊，咱无咧头脑，干哎我来互改运啦，来互改命啦，无效。命甲运拢掌握于自己，命运拢靠家己自己掌握，行功立德，
咱若做行功立德的人啊，咱自然咱的歹运已经离咱而去，好运就来啊啦。曾经有一个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咧我那是穿甲真漂漂，但是我看伊咧那是变大壮阔，弄世界求神，世界上哦想讲发生个到波比无，世界个世界求道啦，求神啦，求算命啦，求风水先生啊，创啥？结果凄惨落魄。有一天行到真步来啊，来到新闻室啊，老师啊，我所有的钱拢开了去啊，我这无钱好开啊。我请问一个爱偌济？我想爱偌济？随缘随喜，讲着去报喜啊。我知影已经进步，有钱开到无钱去啊！我吓啊！我拢听我爱解运、爱解命、爱坐创啥？我所有干呾坐坐解运，我哩所有精神都干呾坐个解运、解命、解命。世界求神，世界求佛，卡兴个就去，卡兴个就去，结果拢袂记哩就自己的心，自信咯，六十多岁，老啦，老叔。我过去拢唔对啊！我过去拢听人讲，哦，我改爱啥爱这名嘛，爱改我名改三四遍啊！我咧自己精神啊，都花多，你若精神做头咯，可怜啊，可怜的人啊！社会上嘛，要足就足这种可怜的人咧，无智慧啊，无知识啊，世界要用改，家己唔去行功立德，好事唔做，家己唔拍拼，人心托物啊，错去啊！做去啊！人神托不都予咱智慧，咱拜神拜伊精神，拜伊法，学伊法，学这圣道的妙法，这是拜神啊！拜佛嘛是同款，拜神拜神嘛拢同款呐。那唔像我拜了哦，即马当时有当时兴个，吼、哦、你就会上大法啦。因为我是大师，这阵时段在空来时啊，哦，真济咧，信徒阿舅我遮，吼、哦、老师遮即马足兴个。来个看个，哎，死人无济啊！有老师奇怪，我感觉你这香爱足旺个啦，啊，死人无真济。我死，我这死所结的人，来，原来偏差的想法，等下拢甲你拍拼，有心有用，来只行行散散心尔。那信徒夹着，谢谢老师，我知。哦、所以啊，咱伫世间，咱爱了解家己命以外咧，爱了解你运，了解你运咧，了解咱有成功立定无嘛？再来，咱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好，咱爱知影学佛，若唔知学佛，你就学易经，你爱知易经，易经就阴阳对待、善恶是非、天堂地狱的真理为易经。啊，所以咱啊，咱这红罗道时阵开始啊。啊，社会祥和是大家共同所创造出来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创造出来，个人的事业命运自己创造，只有易经这条路。咱学易经，咱就了解因果；学易经就了解自己的该为不该为，咱就减少失败，减少失败，社会就减少损失啦啦。你的家庭嘛减少损失，国家嘛加一种福报咧。所以大家学易经啊，做人处处会安心。学易经咧，家内。和谐，哈、哦，大家一条心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国家的命运，操纵是咱全民的共同的手底；个人的命运，操纵是咱自己。所以三世因果经，甲咱开始，有因必有果，哈、哦，有果必有报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报，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啊。好，再来咱的论相，好，再来论相了哈，啊，再来论相，无相可论，论相无相可论，相由心生，论相无相可论，相由心生啊。各位，你若来参其他人生活时，好，咱阿边如来园，我相片阿边咧背景的如来园，你啊看，下一菩萨，拢奇形怪状，是面型嘛，真无好看啊，啊，嘴歪歪啊，啊，目睭暗眯眯啊，足济型的啊，五百个相，但是拢是重在心，重在心，想要成就阿罗汉，不
被所有一切世间的业力甲恁左右去，世间的贪嗔痴、五罗恶世，哈、啊，才甲恁左右去呢？这就是咱的相由心生啊！咱唔通看人匍匐，咱是做官的人奉承。你莫看一个百姓匍匐，啊！你看百姓匍匐，你一即即工烦恼，你一定会消除吧？一定会消除。我看了真侪做官呢，急着晒摊开。足可怜的人，才叫做晒摊；无智慧的人，国家足不幸的，何止种来做官？啊，做咱的做咱还要天的服务，迄种哪有可能服务呢？结果无多嘛做官，啊做官对百姓真残酷、残酷、无爱心，啊目睭拢急管计无坏。这种的人好做咱的官啦，是有够可怜，领咱的薪水呢，领咱的全民的薪水呢，结果。作为做好耀武扬威的官有够多，恁安尼耍的这责任，这个果报，恁子孙啊一定爱替恁承受。你假使若真正爱恁子恁孙的时，你就做一个仁慈的、有尊严、哈、哦、爱护百姓的官。那么你这就是修行嘛，身在厦门好修行啊。结果咱真侪做官的人，哈、哦，结一个晒摊费，啊、哦，结一个面枪。啊，叫做面枪，哎呀，可能这头壳拢有问题。啊，国家好，这种做官，这头壳问题做官，国家不行啊。咱的教育失败，做父母教育囝失败，教咱的囝爱谦虚，教咱的囝爱有仁慈的心，所以上有心性嘛。一个人假使伊真仁慈的时，伊面上伊会变真仁慈；一个人无真仁慈的人，伊面上就面上变的。哎呀，我心足好，骗鬼啊！心足好，心足好，面变的面型啊！哎呦，足侪人，我看有够侪啊！我结过缘几十万人，看过官有够侪啊！结晒摊开，我也拢无好，伊个囝大家都毁累，了尾啊！足济足济啊！所以各位三世因果经，现在所做的善德，咱囝真紧就得着啊！有样看样，无样就家己想诶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做官是真心真金，哦，黄金真佛心，咱一世人叫我都做官，结果咱无好爱尊修啊，足可惜。奉劝各位，有做官嘛好，无做官嘛好，做人就好啊，咱爱。谦虚，咱唔通当当急一个面相放看，那安尼是上可怜的人，唔是真牛的人啊！各位是方是这些，好佛法在世间啊，好不离世间觉啊，好在世间的一切一妙法，拢是因因果果。那么正善因叫善果福德，那么正善因世间的叮叮塔塔一代之作者，世间的叮叮塔塔的考验唔够者，但是这样是对，但向唔对咧。咱你去判断，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甲咱开始一条路学易经，学易经，咱专心四个月开易经班，目的是啥？希望社会祥和，希望咱国家和谐，希望咱国家会当徛起来，咱的国家所有国民全民有一个国格人格伫世界上，哈、啊，所以咱妙法出世间呐，咱大家爱把握。好、哦，世间的妙法呐、啊，你要得到真法，得到正法，实在还是真正难得。既然今日贵国神师，啊，甲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大家共同扶持，希望大家来读易经。哈、啊，读易经做人处处会安心，读易经，哈、啊，咱事业会顺心，读易经社会祥和，哈、啊，更太平啊！各位是奉承一些。啊，三世因果，咱莫讲到遐远，讲到现在、今日、明仔、后日，咱今得到善法，哈、啊，那时啊，咱就发起心，果就出来啊。咱若得到恶法，咱的烦恼的果就出来啊。所以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啊，诸佛菩萨、圣贤拢时时在甲咱开示。希望各位啊，咱都学到。欢迎大家来读易经，哈！咱今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到了，祝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